点火，点火。5月29号凌晨，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啊，那是砰的一声放了个大炮仗，不对啊，是发射了一枚火箭，叫长征三号乙。这个火箭可厉害了啊，它送了个宝贝上天，叫天问二号探测器，要去探索小行星呢。哎，你肯定要问了啊，这火箭那么多，为啥就偏偏选了长征三号乙呢？这长征三号乙啊，它可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专家们啊，一锤一凿精心打造出来的。它是个大力士，专门负责把这个卫星送到高高的轨道上去。你想啊，这个卫星啊，它要绕着这个地球转啊，得有个劲儿大的家伙啊，把它送上去才行啊。长征三号乙啊，就是干这个的。而且啊，这个长征三号乙啊，它可是个老司机了。从这个1996年开始，它就没闲着，送这个北斗导航，送嫦娥奔月，送风云气象卫星啊，那是一趟又一趟，经验老道啊。到现在啊，它都发射超过100次了呀，是咱们国家发射次数最多的火箭，你说厉害不厉害？这次发射可不是一般的发射，以前啊，长征三号也都是把这个东西啊送到这个地球轨道里，速度嘛，差不多每秒 7.9 公里就行了。但这一次可不一样哦，天问二号是要飞出地球去小行星那里，那速度啊得更快，得每秒超过 11.2 公里，这叫第二宇宙速度，得有更大的劲儿才行啊。专家说了，这长征三号乙啊，是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里力气最大的。经过这个升级改造啊，它现在能把5.55吨的东西啊送到这个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这重量跟天问二号的要求啊正好合适，所以啊选它当专车啊那是再合适不过了。5、4、3、2、1，点火！点火！点火！那光有力气还不够啊，还得心细。天问二号要去这个小行星叫2016HO3，又小引力又弱，它不好抓呀，所以这个火箭必须得特别准，速度偏差不能超过1米。你想想啊，每秒 11.2 公里，差1米那得跑多远啊。专家们给长征三号也加了个末速修正，保证这个速度没问题。更麻烦的是啊，发射窗口期啊超短，连续3天啊，每天4分钟，还得零窗口发射才能省燃料。那啥叫零窗口呢？就是必须在最准的时间点发射，你晚一秒都不行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专家们把每天一套的程序啊简化成一套，提高这个可靠性。经过这个精心准备啊，终于实现了零窗口按时发射，这个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们听到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哦。天问二号探测器太阳帆板顺利的展开，这也意味着天问二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我宣布，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吃点酒环，很开心。辛苦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哈工大这次啊也是立了大功啊，他们搞的这个关键材料给深空探测啊提供了保障。
哈工大航天学院和北京卫星制造厂一起啊，弄出了超厉害的耐高温材料，用在了天问二号返回舱的铠甲上，保护它不被烧坏。哈工大航天学院还在热控制技术上有了大突破，他们研究了一种叫 VO 的智能材料，就像是给这个探测器啊穿了一件智能外套，能自动调节温度，保证这个探测器啊不冷不热，这舒舒服的工作。还有啊，这个哈工大还研究出了怎么给这个小行星表面画地图的技术，能精确的知道这个小行星上的石头有多大，土啊有多松软。他们还模拟了天问二号啊怎么在这个小行星上挖土，保证这个挖土过程啊万无一失。就在这个同一天啊，北京时间12:12，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啊，哈工大用长征四号乙火箭嗖的一下把实践26号卫星给送上天了。这个实践26号是干啥的呢？说白了，它就是在天上拍照的，还是个高清摄像头。它在这个低轨道上转悠啊，专门拍咱们的这个国土，看看哪儿的地形地貌变了，哪儿的环境啊污染了，以后咱们搞国土普查治理环境啊就全靠它提供信息呢。这卫星可不是随便哪个单位啊能制造的哦，那可是强强联合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还有中科院长春光机所，这三家单位啊一块鼓捣出来的。火箭呢是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负责的，都是咱们国家顶尖的科研单位啊。说到这个哈工大那可厉害了，这回发射的实践26号是他们家造的第36颗卫星喽，想想都觉得牛。这次发射，哈工大的老师和学生们也都去了现场，亲眼看着自己参与研制的这个卫星啊升空啊，那心情啊肯定是激动坏了呀。北京时间2025年5月29日12:12，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26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这次发射的实践26号卫星是低轨光学遥感卫星，主要用于国土普查、环境治理等领域。实践26号卫星由哈尔滨工业大学与另外两家单位联合研制的。所以啊，中国航天的成功那可不是偶然的啊，是咱们航天人啊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啊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干出来的。要说咱们中国的航天人才啊还真不少，很多上学的孩子就对这些感兴趣。最近啊我看到一个新闻，差点把我的下巴都惊掉呀，你猜怎么着？有几个高中生啊，注意哦，是高中生，他们竟然手搓了一枚火箭还把它送上了天。我的天哪，这年头学霸都这么卷了吗？想当年啊，我上高中的时候啊，还在为解这个一道三角函数题挠破头皮呢，那人家都开始玩火箭了呀，这差距啊简直比我和马斯克之间的距离还要遥远呢。事情是这样子的，5月27号在青海冷湖，一个听起来就很高大上的地方啊，这群高中生啊发射了他们的飞燕一号的探空火箭。这火箭可不是闹着玩的啊，嗖的一下就窜到了10000米的高空。5 4 3 2 1，这速度还达到了2马赫。这2马赫是什么概念？就是两倍音速，比飞机还快啊。更牛的是，这火箭还带回来了气象数据，简直就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啊。你说啊，这还是高中生吗？这简直就是满级小孩哥呀。哎，这群满级小孩哥的领头人啊是一个叫王玉宁的小伙子，深圳某高中的高二学生，人家从小就对这个火箭啊情有独钟啊。年高二，我是这个火箭的总设计师，幼儿园的时候就被这个神舟九号发射给震撼了，从此立志啊要成为一名航天工程师。这孩子啊真是从小就赢在了起跑线上啊。不过啊，光有梦想还不够，还得付出行动啊。王玉宁就利用课余的时间自学火箭设计、燃料调配、航电控制，哎呦，这些听起来就让人头大的知识啊。他还组建了一个红箭航天社团，带着小伙伴们一起啊上天，这简直就是现实版的火箭少年团呀。这飞燕一号的火箭虽然只有 1.5 米长，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哦，它包含了气动结构系统、发动机系统、航电载荷系统和地面站系统。哎呦，这些专业术语啊听起来是不是就有点头晕啊？没关系，我给大家简单来解释一下啊。
气垫结构系统啊，就是让火箭飞得更稳。发动机系统啊，就是给火箭啊提供动力。航电载荷系统啊，就是收集数据的。地面站系统呢，就是接收数据的。总之啊，这枚火箭就是一个高科技的集合体，凝聚了这群高中生的智慧与汗水。那王玉宁啊，他们是搞了个小团队，而我下面要讲的这个更厉害哦，他是把这个厨房当实验室，卧室当装配车间，愣是把火箭给鼓捣出来了。这个不是闹着玩的啊，人家这个火箭喷出来的马赫环啊，比咱的五代机都多呀，美国五角大楼都坐不住了呀，你说牛不牛？话说这个山东临沂啊，那可是个出人才的地方。咱们的张恒同学从小就对天上的星星、宇宙的奥秘啊，那是叫一个着迷啊。电视里的火箭发射，别人是看个热闹，他可是看得热血沸腾啊。当时就说：“爸妈，我要造火箭。”哎呦，孩子你别闹了，好好学习才是正经事儿啊。可咱们的张恒同学啊，那可不是说说而已，他认准的事儿，那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啊。那家里不支持啊，没关系。自己想办法，他就开始在这个 B 站上找教程，跟着 UP 主啊学建模、学编程、学燃料配比。你敢信啊？一个初中生啊，愣是把大学的空气动力学、燃烧学啃了个七七八八呀！没钱那更不是问题，98块钱的压力传感器，12块包邮的不锈钢管，3毛钱一克的钛合金螺丝，淘宝就是他的材料库，厨房啊就是他的实验室，卧室就是他的装配车间。你别说，这孩子还真是有点化学家的潜质啊！他自己配的固体燃料啊，燃烧温度能达到1800度，更厉害的还在后面呢。他这个火箭啊，喷出了8道马赫环。要知道，咱们的五代机歼35也才喷出6道马赫环。点火准备，5、4、3、2、1，发射！这是我最近设计的一枚小型探空火箭，它外壳是用了 3D 打印做的，像发动机这种金属物件是自己画好图纸，然后拿去给我们本地的车床加工出来的。特点是我用了一种自适应喷管，叫膨胀偏转喷管。写完作业之后就会每天然后去学习一下那个设计，膨胀偏转发动机就是在这个暑假完成设计的。这事儿传开了，航天四院的专家都惊动了，赶紧跑来考察呀。结果一看，专家们都傻眼了，说这孩子用的膨胀偏转喷管技术，正是 NASA 久攻不克的微型发动机难题啊！你看看啊，高手在民间啊！咱们的这个张恒同学啊，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解决了 NASA 都没有搞定的难题，这简直就是中国版的钢铁侠呀！更让人感动的是啊，这个张恒的家庭条件他并不好，他的爸爸是货车司机，他的妈妈是在超市里做货架管理，这全家的月收入也不到8000块钱，但他并没有被这个贫困打倒，而是用自己的双手啊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奇迹。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